你有没有偷偷放在心里，还没有告白的人啊？你怎么想到会来这边啊？因为这可以让我抛开烦恼。荡秋千吗？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比，看看谁荡得高啊？其实我小时候曾经从秋千上面摔下来过。不要怕，我就在这边，我一定会接住你的。杰西卡，你原本那个月老汤是要送给谁啊？啊，好，你在这边等我，让我这个人间月老帮助你，好吗？爸以前是黑道，黑道，我不希望小叔跟一个有黑道背景的人来往，趁你们现在感情还不太深的时候，赶紧结束吧。你为什么要拆散他们呢？这样测试最直截了当。那你决定什么时候跟小叔谈分手？ 流星就要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 妹妹，请你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努力让你认同我。爸，钟正，早啊！你运动回来啦？你老婆正在等你上去吃她做的早餐，赶快上去吧。对不对？梁妈妈觉得你最近工作好辛苦。 所以特别做了一个很好吃的早餐，要给你补一下。帮我跟你妈说个谢谢。不客气。快去上班吧，别迟到。好，爸，拜拜。拜拜。你刚才跟我爸都在聊什么？随便聊啊，反正你爸跟我爸的年纪差不多，还是没有一些话题可以聊。 喂，菲菲，怎么啦？嘿，你这次要闭馆多久？求我啊！好啦，我叫詹姆斯帮你代班。OK， 好啦，拜拜。哎，杰西卡，吓死人！那你躲那干嘛？不是说不会再来烦我？是啊，可是我要跟你报告上次处理的结果。是哦，结果呢？ 结果就是他被我打了一顿。你打他？你打他干嘛？哎，他不该打吗？没用的要命，一直说不认识你，不管我怎么逼问，他就是不承认，也不好好听我讲月老堂的事情。我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得我火都来了，我气不过我就把他拖到旁边打了一顿啊。你很夸张，你打他干嘛？他是路人。路人？所以他不是你要给月老堂的人？你不认识他？ 杰西卡，你骗我！我骗你又怎样？所以呢？他人现在还好吗？你有送他去医院吗？
放心啦，我没有打他，骗你的啦。我只是想让你说实话才这样讲的。好，验一次，扯平。哎，你还要干嘛？我要去上班了。杰西卡，你认真听我讲一下嘛。我想再重申一次我的立场。我是真的有心，然后也有诚意，想要弥补你的。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也不要把我这份心意当开玩笑嘛。OK， 那我现在就再重申一次我的立场。我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好，很开心。我没有要送月老堂的对象，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忙，所以离我远一点，还给我一个人的安静生活。谢谢，杰西卡。你的助理带离开这边，看好他，不要让他动不动跑出来骚扰别人。谢谢。骚扰别人？你怎么？哎哎哎！总经理，你要相信我。你要干嘛？是因为他吃了你那个月老糖之后，他现在在追你吗？哎，梁小叔，你昏头啦！不要自己因为在热恋就想要把大家都拉入你的粉红色泡泡里面好吗？那不然你们现在在干嘛？小姐，你好奇心，看一下那表，我们上班要迟到了。走了啦！哎，真的，我们先去上班，要走，拜拜。经理，你总经理，我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想要出去散散心，思考一下。我休假一天，你自己先回饭店哦，再见。哎，什么休假一天？喜欢吃的有机生菜沙拉哎，哥嘞，出门了。他自从谈恋爱之后，每天一大早啊就去当护花使者了。那他出门的时候心情看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不开心啊？没有啊，就跟平常一样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啊？干嘛这么问呢？我也不知道哎。昨天他跟小叔爸妈吃完饭回来之后，我就看他心情好像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就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他们家对周正有什么意见啊？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周正啊？妈咪啊，不用担心了，我来想办法。Hello， 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哥哥爸爸真伟大里面的那个爸爸，你就叫我真伟大爸爸好了。Hello， 真伟大爸爸，请问你今天可以进来是想跟小霞分享什么事呢？是这样的啊，我想透过你们的节目邀请真伟大哥哥的女朋友到我们家来吃晚餐，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很好啊。那请问是什么时候啊？就今天晚上啊。今天？怎么样？有困难吗？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啊。真伟大哥哥的女朋友听了一定会很开心，准时赴约的。好啊，那就麻烦你喽。啊，拜拜。哇，我儿子怎么那么聪明啊？妈，你好厉害哦！这种小 case， 雕虫小技啊。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接大家的公益电话。听到听到，怎么办呢？这么突然，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好，不要急不要急，后面再讨论怎么办。好，待会儿见。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 DM 或者是这个楼层有什么伴手礼适合买去你们家的、啊？我好紧张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要紧张的，深呼吸来。你跟我家的翅膀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刚刚不都碰过面了，不是吗？这真的很紧张嘛？我到底要买什么啊？啊，我想到了。什么？周薇薇不是喜欢做菜吗？那我们就买一整套那个切菜的刀子给她好了，很实用。不用，我们家里厨具非常多，尤其是刀，好多，好几把。奶喜欢打电动，电动啊！我知道那一家有一家卖按摩的，我买那个按摩眼镜的，帮他。也不用，不用，不用。我觉得奶奶，你只要帮他破关，就非常开心了，不用买那些有的没的。不行啦，那怎么办？谢谢。晚上呢，我要跟你爸去约会看电影，晚餐你就自己想办法了哦。还有啊，我们大概十一点以后才会到家哦。我爸妈他们要一起出去玩呢、啊。你这样要一起玩啊？很好啊。啊，我知道要买什么了。谢谢光临，欢迎再来哦，拜拜。周莹，哎，你来啦！我带发票来给你，谢谢。哎，今天外面很热哦。有一点。哎，那你要不要喝个凉的？我去帮你拿，你等我一下哦。不用了，真的，真的不需要。哦，发票给你。今天生意怎么样？今天生意很好哎，我才刚开店就卖了好多件，都快忙死我了。不过我怎么没看到裴丽呢？她有事啊，晚点会过来。慢慢有成果了，我相信只要再多努力，一定会更好。嘿，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回去了啊，还有事吗？今天业绩很好，老板娘请你吃大餐。吃大餐？不好吧？应该会花很多钱。那你赚的肯定……不用担心啦，请客呢是用我自己的钱，不会影响到店里的，所以你只能答应，不能拒绝哦。哦，那好吧，谢谢。陈先生，现在吗？好，没问题，那我马上过去，拜拜。哎，你马上要去哪？我有个客户，不好意思，我得去找他。有那么急吗？也不算很急，但是刚好客户有空，所以。那吃饱饭再过去啊，不吃饭哪有力气上班？哎，而且现在是吃饭时间呢，客户难道都不能通融一下？客户真的很难得有空，然后吃饭的话，我在路上再买就好了。哪能这样随便吃啊？这身体不好吧？而且你都先答应说要跟我吃饭，现在临时走又太扫兴了。真的很不好意思，不然我们约下次好了。下次我请你，我真的得过去，店里有事的话再call我。好，拜拜。高哲轩，哦。你还好吧？有点。周莹，周莹，你醒醒啊！醒醒醒！妈呀，怎么又来啦？今天又没荡秋千，听到我声音吗？会。醒醒。
难道是因为？你好吧？完蛋了，我不会真的喜欢上高哲轩了吧？好，我带你去医院。走。不用了啦，我刚只是血糖有点低，现在没事了。你不是要去见那个客户吗？你先去忙，我自己会点一下。你这样子不行了，我先扶你进去休息一下，来，小心小心，慢慢走，来，慢慢来。好。这边先坐一下啊。嗯。小心。我打个电话。陈先生，不好意思，我今天突然有点事，不知道。真的是他吗？我真的喜欢上高哲轩了。那就这样子。怎么可能？他根本不是我的菜啊！我应该要讨厌他的啊。那个松饼可以给我一份吗？好。然后我需要甜一点的蛋糕，巧克力蛋糕或者什么。有好一点吗？跟你说，这些甜点应该会好一些。蛋糕、松饼、巧克力蛋糕，然后咖啡。你这个笨心脏，不用再超速了啦！冷静一点。快吃啊！哦，我来帮你好不好？这个蛋糕应该不会太大口吧？喝点咖啡好不好？还是有一些烫，小心点。虽然有点龟毛，又很爱骂人，但还蛮贴心的啦。而且上次还那么拼命的救我。我还想吃蛋糕。巧克力蛋糕吗？小叔啊，不好意思啊，今天早上空运到你的节目里面去，没有吓到你吧？嗯，不会啦，我们 Life 节目本来就有一些突发状况，欢迎周贝贝之后再继续空运进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大小事，像是你的厨艺啊。哦，那我最内行了，我可以跟你聊三天三夜啊。哎呦，那人家小叔的节目名字就改一下好了。啊，就改做大厨阿宽哥上菜，好吧？好哎，这是好什么好啊？周震呐，小叔第一次来我们家，带他四处参观一下啦。好，快去快去快去，看看啊，每个房间都去看看啊。好，快去啊。现在应该不会那么紧张了吧？哎，你家好大啊！
里面是我房间。来。我房间想要参观一下吗？嗯。小静。来，小静。哇，你的房间也很大哎。这衣柜也是你的吗？是啊。怎么了？一个男人这么大的衣柜。衣服多吗？奇怪，我也热，就空调坏掉。奇怪，早上还在冷的。那个，要不要把外套脱掉？哦，没关系啦，我的穿着就好了。好，那我帮你把那个窗户开一下。你会弹吉他？没想到这么有才华。啊，是小时候乱弹啊，弹一弹就弹出一个兴趣。啊，你坐下。来，让老师来教你一下。还是有白眼，有什么好翻的？来。不会弹啦。我知道你不会弹的。我来教你啊。来，算一下。真是冰雪聪明，太厉害了！妈咪啊，我们家是冷气坏了，是怎么这么热？小声一点。什么事情啊？冷气没有坏。嗯。我啊，把冷气关了，然后把暖气打开了，每个房间呢都开了暖气。哦，妈咪，这么热的天气，你开暖气会中暑的耶。不会中暑。会内外夹攻，火辣辣的。我刚才有偷听一下，如果说现在没有人打搅他们的话，你很快就可以抱孙子了。真的呀？哎呀，太好了！我终于要当阿公了。太好了！我终于要做阿祖了。太好了！我终于要当爸爸了。对对对。拿着，都是你爸爸了，他要玩什么遥控器游戏嘛？哎呀，游戏一关一关的过，孙子也要一代一代的生嘛。奶奶，
就算你很急，不能这样。我跟小叔在房间快要闷死了。怎么都在这里啊？家里面冷气故障了，找了遥控器找半天，找到了，找到了，可以开了，可以开了。小叔啊，你今天来我们家做客，我亲自下厨，想吃什么不要客气。卤猪脚。啊！哇，你真内行哎，卤猪脚啊，可是大厨阿宽哥的拿手料理哦。我知道啊，可以吗？没问题啊，待会就用给你吃啊。那我想要帮忙，也顺便想要把这道菜学起来。哎呦，还想要学啊？告诉你，这道菜绝对不传外人的，今天你例外。走走走，加油，加油！32度，你看到32度？啊，你自己调嘛。我疯了啦！王小姐，这个是你的信用卡跟发票，谢谢哦。哎，那个东西不要忘记拿哦。哎，你们店里那个……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高德轩啊。对，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还有没有头昏或是不舒服？那好啦，我身体哪有那么虚弱啊？那就好。你记得按时吃饭，才不会因为血糖过低常晕倒。好啦，我会叫三餐外加宵夜、下午茶是闹钟提醒自己，这样可以了吧？好啦好啦，先去忙啦。好，拜拜。拜。刚刚是你们会计师高先生打电话来吗？对啊，怎么了吗？我是想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啊？你问这干嘛？没有啦，我只是觉得他人很好，长得又帅，做事情也很细心。我想说，如果他不行，他有女朋友。是哦，是啊，而且我跟你说，他女朋友条件超优的哦，不但人长得正，身材很好，有品味，而且家里很有钱，还自己开店做生意哦。那就算了，谢谢。拜。哦，高泽轩什么时候有女朋友？快要有啦。快要？嗯哼。谁啊？我，周莹莹。你？很香哦，走走走走走。卤猪脚哎！哎呦，你的鼻子也太灵了吧！快进来，回来了。哎呦，你真有口福，过来坐下。爸，这卤猪脚我是平常吃得到哎，谢谢谢谢。今天没有人过生日，是小叔啊，特别要求要吃卤猪脚。好。开动，开动，开动。哎，猪脚，好厉害哦，好香哦，多吃一点哦。那如果下次我带男朋友回家，爸也可以煮卤猪脚吗？终于有男孩子敢追你啦！等等等等，是谁？几岁？讲啊！我刚是说如果啊，如果啊，对啊，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哥将女朋友带回家有卤猪脚吃，我以后也要有，这样才公平啊！好啦好啦，以后啊，你交一个男朋友，你爸爸就帮你卤一次猪脚，好不好？啊，好吧，高兴啊，快吃吧。啊，谢谢谢谢。好甜蜜哦，都没有人夹菜给我吃。有。快点快点，你爸爸夹。你也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滑蛋虾仁。来，好了，不会哭哭了吧？我就知道爸爸最疼我了，啾咪。哎，啾咪嘞，啾咪。小叔啊，周正到你们家吃饭怎么样啊？我们周正啊，平常朋友啊交的不多，
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啊，到人家家去做客，尤其是今天。等等，那个谁口渴，我帮你们倒饮料。等一下，用餐的时候喝饮料对身体不好。坐下。不会啊，我爸妈其实还蛮喜欢周正的，只不过我爸对我从小的教育方式比较严，所以问周正很多问题，像身家调查一样。谁叫我爸他以前是个警察。对于跟周正交往有什么意见吗？哦，不会啦，周正他很坦白，在第一时间就有跟我爸说明，周贝贝以前的身份，我爸他接受了，而且他还说，只要是人，谁不会犯错，只要现在可以改过向善，那就没问题啦。所以你们都不要担心，没事。对对对，你爸爸说的真对。哎，人嘛，难免一时糊涂会犯错啊，只要能够改过向善就好了哈。你爸爸真有智慧，有智慧。对了，等一下吃饱饭，大家有空吗？如果没事的话，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好啊好啊，真的呀，太棒了！快吃快吃啊，动作快，快吃啊！哎呦，好香！我最喜欢吃你爸爸炒的花生。嗯，哎，这就是你说要带我们来的地方哦。哎呦，我好喜欢逛夜市啊！第一次跟你们正式见面，本来想说要送你们一个人一个专属的礼物。但是后来周正说你们什么都不缺，所以我想说，就送你们一个美好的回忆。太好了！我以前呢，常常来逛夜市的，只不过以前呢，我来的时候啊，都是来收保护费啊。这还是第一次啊，跟家人一起来逛的啊。哎，太好了！我们家好像都没有一起出来逛过街，尤其是跟你爸爸。喜欢吃什么，尽量啊。以前我们家常常在夏天一起去逛夜市、吃冰、玩游戏。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也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숨을쉴수가없죠이렇게가슴이아픈데그대떠나가지마라내곁에영원할수있도록그대여내게내게내게제발 come back to me 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또무너져가는나를봐그대여내곁에영원히머물러줘요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또흘려봐도 이제 그대는 나의 여자가 아닌 걸 이렇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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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 오람도 시즌회가이서 이렇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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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속옷도 몽환계워 Come back to me
气球的话，我还给你啊。不用啦，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气球往上飘的时候，都会回想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没事啦，应该是我多想了，没有什么重点了。奶奶他们……等等，现在就快10点，我要赶快把你送回家。没关系啦，你忘记啦，今天我爸妈他们去约会，晚一点回家不会怎么样。不是没关系的问题，我要尊重你爸妈。真的没关系啦，还是要……奶奶，小朋友怎么办？老婆，你也太夸张了吧？对，就那么多。好，我帮你拿，杨爸爸，现在几点啊？9:55。你表是不是快了？啊？还有5分钟。周正啊，你不要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去哦！哎呦，你最好是准时把梁小叔给我送回来。还有4分钟，周正啊，准10点以前把你女儿送回来。他说到做到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哎，他做到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讲了吧？你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在一起了吧？话先不要说这么满，事情还没有成定局。走得巧。谢谢。这是我们家人第一次一起逛夜市。真的好开心，我也玩得很开心啊！要不是你一直赶着我要回家，我才舍不得离开嘞。我还有很多东西都没玩到哎。好啦，哎，我爸妈他们还没回来，你要不要上去坐一下喝杯茶？好啊。哎，杨爸爸，他说我们不在。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俩就这样上去嘞？他们上去要干嘛？梁爸爸怎么办啦？你讲话啊！哎，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我妈煮的酸梅汤哎，等下进来喝一杯吧。晚安。你爸妈现在不在，我陪你上完职场，确认你有没有安全到家。我安全到家了，就没有关系。来，进来吧。哎，改天再进去吧。看，都10点了，赶快回家。就真的没有关系吗？嘿，我不想让你父母觉得我只是做表面功夫的人啊。赶快去把灯都打开，灯把灯打开。真的很贵，又把贵。要 check 一下那个阳台那边哦。有没有很亮很亮？啊！有蟑螂！好，没事了，那我先回家了。你明明就很担心我，干嘛不进来保护我？尊重你爸爸妈妈。啊，有什么事随时 call 我 ，OK？ 来，我都已经上去5分钟嘞，周正怎么还没有下来啊？现在怎么办呢、啊？他们会不会在上面做什么？爸爸，我们要不要现在上去看一下？说不定现在上去还不会看到太尴尬的状况。哎，对对。周正下来，走。
周正这小子人不但帅，还很老实哦。你现在可以放心小叔跟他交往了吧？我可是放120个心了。他怎么一直站在那儿？对呀，他干嘛不回家？是在等我们。等我们？他不会在楼上等，他干嘛在楼下等？去问他不就知道了。有道理。小帅哥。哎，杨妈妈。哎，杨妹妹晚安。那个小叔已经到家了。那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听小叔说你们今晚会晚一点到，所以我怕他一个人在家比较不安全，干脆就在这边等你们回来再走。既然你们都到了，那我可以安心的走。晚安。晚安。肩膀又有责任感，天底下除了你之外啊，周正应该算一个。而且啊，他明明知道我们不在家，他准是把小叔送回来，有什么没有什么逾矩的行为，哦，这应该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杨爸爸，我觉得那个冰块脸可以收起来嘞，别再搞什么刁难的题目刁难周正了，好不好？我在跟你讲话，你怎么都不理我，你都没有反应啊你？哎呦，我跟你讲啊，要这是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讲啊。梁前分局长，爸妈来吃宵夜了。哇哇，这么多食物啊！对呀，爸，走。你们刚刚说这是什么啊？测试你爸的车啊，看他的那个引擎有没有积碳啊，油路顺不顺啊，刹车会不会太紧啊。爸，虽然你不常开车，但还是要定期去测试一下，这样比较安全。哇，你今天跟周正去哪里约会啊？我今天跟周正还有他的家人去逛夜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回来。想到小时候你们也都会带我去逛夜市，就觉得好怀念哦，所以就买了很多你们喜欢吃的东西。你看，这是你的豆花，清炒茶给你，让你降火的，可以搭配你最喜欢吃的卤味。哎呦，我的女儿去约会不忘了带宵夜给我们吃，真是贴心啊。我最爱你们了呀。改天找个时间约周正父子见个面。我会在你身边，当城市一片漆黑，照亮你侧脸。爸，你突然找我喝酒有什么事啊？找你聊聊天呢。那天你到小叔家吃饭，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了？我就知道，今天晚上跟小叔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你不对劲了。梁妹妹不赞成我跟她女儿交往。是不是跟当初陈冰颖分手的原因一样啊？嫌我过去当过黑道，背景复杂，配不上他的女儿啊？梁贝贝对我的了解不够深，等时间久了，我相信他会改观。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就能够解决，你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我听颖颖跟我讲，打从你从梁家回来以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我知道，小叔对你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这一点呢，连我这个做老爸的都看得出来。从你开始跟她交往，你就变得很开心。有一个人能够让你开心，我们全家都会为你感到高兴啊。
谢爸，我感情的事我自己来处理，不用你操心了。你自己的事，小叔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所以这是我们全家人的事。这样吧，你去跟小叔说，叫他安排一个时间，我请他爸妈吃个饭，见个面。待会儿就打，反正你们睡前呢都会有一个什么热线交往啊。这你都知道？哎呀，你当我没谈过恋爱啊？当初啊追求你妈的人也是很多啊，我是费尽心思才把她追到手的。哎，好久好久。听得到吗？听得到。我刚刚听我妈说，你在我们家楼下等到他们回来再离开哦。怕你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吗？那你干嘛那么固执？就跟你说了，先进来我们家嘛。外面现在这么热，而且蚊子那么多，不要虐待自己啦。啊！不要在意，没什么。怎么会没什么？你这个心意都已经感动梁爸爸了，你知道吗？他刚刚说，改天要不要找一个时间，我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真的吗？真的，我刚骗你。我正好要跟你说，我爸刚刚也提到，就两家人想见面的事啊。真的吗？太好了。那这样就代表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又更往前迈进一大步了。既然两家人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们来安排。好，我来看一下。哎，你觉得30号那天？小叔，你后面那个那什么东西呀？好尴尬！你就当做是个意外，你什么都没看到，好不好 ？OK， 好，好，没事。看到这是个意外，拜托，忘记了。嗨，我来跟周正说晚安。哎，小帅哥，梁妈妈要去睡觉，我要去睡美容觉了，晚安。好，晚安，赶快睡觉啦。梁妈妈，拜拜，晚安。好，早睡，妈出去哦。你呀，啰啰嗦嗦的话那么多，睡觉是女人最美好的保养圣品，懂不懂？好了，妈晚安。妈晚安。不要讲太多了，好啦。对不起啊，妈，就是吓我们被吓到吧？这被吓到，妈妈只是关心你而已，好好听她的话。啊，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呢。OK？ 你也是，你也要听话，早点睡。那我们就一二三关视讯喽。好。一。二。三。
你不要发视讯。有什么我要关？你先嘛。那再数一次一二三，就这样挂掉了。来，一、二。爸，奶奶，小叔他们到了。哦，这个扣钱，扣钱，扣钱，扣一个就好了，这样帅一点啊。小叔，奶奶，奶奶，好漂亮。来啊，这边，这边。哦，好好好，欢迎，欢迎。加油。脸色好苍白，爸，怎么了？天气太闷，坐下喝茶，别站着，快快快，周正招呼去啊！请坐，请坐啊，坐坐，请坐啊！放茶，放茶，天气这么热。说你们家喜欢吃辣的，所以我特别交代厨师做辣的料理，希望你们会喜欢。看看还缺什么，我们再点。别客气啊。谢谢。谢谢奶奶。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人就非常不舒服，稍待他醒了。哎，妈。你留下。抱歉，我陪我带了先回去。爸，妈。小叔，没关系，你妈人不舒服，你就先回去陪她好了。周正，我再打电话给你。收音机。你妈要我陪着，你快回电台去。真的不用去医院吗？没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个我会注意的。
可是想不要耽误。好，如果我妈有什么突发状况，你再马上告诉我。妈，我先去上班，我下班以后直接回家，先走了。我好喜欢都变成。爸，我上去再说。这样，周正怎么会是那个人的孩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慧珊，爸爸，我好不容易走出那个噩梦，为什么让我看到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这样，别哭了。为什么是周大宽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小叔他爸妈先离开才不高兴，还是有其他原因？爸，喂，小叔。周正，对不起。刚刚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妈身体比较重要，她有怎么样了吗？刚刚我们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我妈她人还是不舒服，所以我爸现在在陪她。那你呢？我必须回公司上班啊，所以我晚上才能回来。那好，你不要逞强。有什么需要帮忙就告诉我。嗯，啊对了，那你爸跟奶奶他们还好吗？有没有不高兴啊？那个，他们，喂，小苏啊。哦，周爸爸好。没事的。好好照顾你妈妈，等她好一点呢，我们再约，好。嗯，谢谢周贝贝。不用客气了。如果有事要找周正，找不到他，你也可以找我啊。好，我知道了。好，好，再见。爸，你跟梁贝贝、梁妈妈早就认识了吧？哪有，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呢。不可能，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是那种反应，很不寻常。怎么会不寻常啊？我们第一次见面。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儿子，跟我出来。你不要走，周正，你不要听你爸爸讲。喂。好，我知道。饭店有些事要先忙。啊。好吧。你先去忙，忙完了记得打个电话给我。
儿子，你真的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周正吗？妈咪啊，他现在跟小树在交往，早晚都会知道的嘛。与其从别人的嘴巴里面知道，不如我亲口告诉他。这样子叫这两个孩子怎么走得下去？都是我拖累了他。儿子，天，为什么小叔是他们的女儿？怎么办呢？想不到事情啊，变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妈，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孩子，是我害死的。14年前，我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开车撞死了这个孩子。那时候要抓我的人是小叔的爸爸，小凯，这孩子是他儿子。我们会平平安安的长大，就因为我。离开这里。你没有资格站在我儿子面前，请让开。我只是想来看看他。来再多次，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也改变不了你是杀人凶手的事实。这点我很清楚，梁警官。离开这里，不要再打搅我儿子，还有我的家人。梁警官，冤有头债有主，你儿子的事是我害死他的，你要怎么样惩罚我都可以。我绝对不会有半句怨言。慧山，你要做什么？不要找小凯。小凯。小叔，梁警官，能不能把我们两个人的恩怨就放在我们这一代？不要去影响到他们年轻人。你能换成是我撞死你儿子，你做得到刚才对我说的话吗？你的
太太伤心过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为啥？你的女儿因为亲眼目睹自己的弟弟死在眼前，病了一个月，失去那一段的记忆，这大宽，你做得到成全吗？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尤其是你，你的出现只会提醒我失去儿子的痛苦，只会让我们原本平静的家再次崩溃。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无关，但是我绝对不能容许任何可能导致伤害我家人的人事物的存在。要怪，就怪你是周大宽的儿子。如果你真的很爱小树，就放弃他吧。不可能，我爱你女儿，我是不会放弃她的。你很清楚，在家人跟你之间。 他会选择谁？我会给你时间。为了小叔好，你应该知道你怎么做了。